强台风海马移近，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。咁预料听日咧，本港嘅风势咧会系显著增强。天文台咧会喺听朝咧，视乎海马嗰个强度同埋移动嘅情况，以及本地嘅风势咧嚟到考虑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嘅。咁市民咧要喺听朝上班上学之前咧，请留意有关风暴的最新天气报告了。按照现在的预测路径，海马会在明日日间登陆香港以东的广东沿岸。明日本港的天气会显著转坏，有频密的狂风和大雨。因为有大雨，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水浸，市民要提高警惕，做好所有的预防措施。同埋咧，海面係會有大浪同埋暗涌嘅，咁所以市民亦都要遠離岸邊，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。